这包含了这个，哎，没有，他们的 ID 啊 ，ID 来搞的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像是这个有一位啊，现在的打野位叫做 Tomori Now， 我这个在赛前我才跟部分在讨论说这日文到底什么意思，然后我特别问一下我朋友，他跟我说叫 Tomori Now。然后部分特别是查了一下，好像是一位动画人、动漫人物。对，那个动画叫做《夏洛特》，我要想一下，我原来看过，他是在讲述你看过，他在讲述一个不完全超能力的故事。哦，难道今天是他们全队要领取这个不完全的超能力了？要完变成完全的超能力，对不对？对，这个我要聊表一下意见，就是他其实在最后这个动画、做的没有到特别的完美，烂尾。哎呀，不要说什么，有些人喜欢，有些人不喜欢，对不对？哎呦。看来这个芳菲蓝山确实在这个名字上，可能或者是队伍上，大家觉得比较秋一点。而且，部分你还查那个芳菲蓝山，我去查了芳菲蓝山，我可以告诉大家，这是来自于这个金光布袋戏里面的一个人。我给大家看一下，我来看一下他。我还查资料啊，各位，他这个是来自叫无情藏月，哇，太无情了，无情藏月，我跟你讲，如果他今天想无情藏月，他想要唱歌会变无情空月，无情空，直接一波 KTV 唱到爆，太无情了。那他整体的句子其实叫什么？芳菲阑珊，素媛啼绝，风似云轩，愁似鸢。对，那这个诗啊，它是一个诗号。那一般歌仔戏的一个诗号，就它的布袋戏的诗号，其实代表着他出场的时候会讲的话。就跟你那个英雄出来的时候，哦，马西都知道，对，差不多这种感觉。那但刀锋之宝是因为不需要加速嘛，它不需要暖机哦。来了，遇到就在里面，先拍你一下 EQ 比赛。超级短的 EQ， 没错，这里这个无奈柳天云，他只看了这五个字，现在准备回头。哎，怎么出事？熊女一滴血要跑，嘉文 EQ 也跑，感觉是刚刚在侧边被抓到位，有踢到，但他选择进去要死了，真的死了，急了，他急了呀，真的，这盲僧急了呀，他踢进去，但没办法，死掉了，这瞎子真的是有点急，因为他的。你要想一下，是假二，而且先勾射雷西达船长大，这个完爆 combo EQ 转，直接秒掉。兄弟还想继续杀，普攻甩不出去，拉个灯笼赶紧出来。对，因为狗哥是什么？他只收精英，不收垃圾。哎呦，还敢踢回来？想打吗？第三组闪现大，但船长就在左边一炮双响。嘉文没有 EQ， 用 Q 做骚扰后要往右边跑，虽然套了球女的盾，还是得死。左边球女来是被 Bella 给盯上了。顶尖对决，先砍破两个缺口，还有一个拉了灯笼直接走，那转头收船长，但是旁边还有艾希，这个第三组得交闪现逃跑。支援的速度很快啊，芬芳浪山所有人都来了。哎呦，来了第二条的龙。代表的是龙魂是地或火的哦，不管是哪一个，我觉得都特别强。对，李信想偷，我要龙魂，我没有龙魂，我交闪走，也成功的避了一个闪。那可是呢，打团是不会赢，嘉文还在玩哦，还在调皮哦。第三组先来，前面有灯笼，但 EQ 串是左边，交闪线。嘉文想跑，有个护盾，哎呦，虽然嘉文死在第三组也要被卖，这船长大绝早就已经来到。对，等下那个球女打这个碎冰。是一个好像30岁的一个盾眼踢，而且还踢过墙了。那菲欧拉还是有顶尖对决，有加速到往前去追击。Shut down。刚刚这个踢虽然看起来是接近的速度是30岁，对。不过呢，看起来的这个最后的判断是成功的就好了。对，30岁的操作，但是有31岁的沉稳。我跟你讲，这个厉害了，就像18跟20岁就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阶段。对。刚刚这个球女已经理性已经迈入了第二个阶段。第二个阶段，神阶段。对，神之领域。神之领域。他拿的是神之卡。太厉害了！噔噔噔噔噔噔，神之卡就是我们中国信托卡。哦，那。抖了，伸张虎，伸
战舞，青眼神战舞，太厉害了！攻击力3100点，比攻青眼白龙3000还要高，还要强！我知道了，这是欧贝利斯克的巨神战舞，太厉害，太强了，太厉害了，好不好？全部都在这里了。船长没有大哦，船长只有大了差一点，菲欧拉也差一点，已经踢到。想要进场吗？还是先拿预示者？求你把那个窄口卡起来，然后往上打。加文进去了，抢到了，并肩进去。求你大转转，大个呀！求你的大绝准备让天崩地裂了。对手菲欧拉想进场，但直接残血要被秒，一滴的血量被瑟雷西甩死，剩下那60没了，没有人，真的没有人。那个立山卓呢？算他胆子大，还敢守，他还敢看，他在旁边看。一般人都不敢看了，一般连看都不敢看。对，你在路边那个球女走过去，立山卓往旁边看一眼，直接被揍。他就会说：“你跨3100哦，你跨3100哦，哎呦，我2990哎，中了，哎呦，有没有？差一点点，预示着哇，他加完，哦哟，不见了，伤害很高，真的是跨3100。对，立山卓进场再找2990，但对面早就已经买了，没了，崩了。”剩下一个李星，他往右边跑，哎呦，这戏勾回来，结束，游戏正式结束。选两个，对方亚菲利欧闪现来不及交，直接不见，来不及握手、啊，来不及握手，菲欧拉只能在边线了。张开，我塞进去，对，遇到了，哎，立山卓转角遇到爱，哎呀，走远了 ，DQ 还被串到，哎，我跟你讲，这个没有勾到也没关系，让我当个冰块，换个永动坟地呢，拖拖时间，哎、来看一下队友，对，菲欧拉，那现在。准备要来到最后一层了，对，最后真的这最后一后面，没想到其实红方根本不需要给大小龙，他开了，又盖了一个冰剑，中了，进化赶快解，但解完了自己的辅助可能要跑不掉了，这个我觉得就卖了，这就卖了，勾一走，哎呀，这个走不掉。口号一致，他真的没有其他口号可以喊了。对，你看嘉文是随便开哦，红中打完，重新就卷两个，冰剑中李星直接被空中被定下来。哇，他卷两个就半血了，这怎么打？球女还在塞铁球。哇，这个铁球已经变最致命的那一种，很恐怖。现在珠宝拳双塔掉光，拼一波吧，一发一接，拼一波。要不要？要不要溢价？要不要溢价？溢价！溢价！溢价！全能估价王，到底是多少钱？再低一点，再低一点，再低一点，再高一点。伤害再高一点，低不了了，伤害高不了了，哎呀，无法了，伤害不太高。艾希在左边被勾到，但没人杀了他，边输出边打，算被菲欧拉切，但这一波菲欧拉切了起来，漂亮 ，Pentakill， 我们刚才闲聊，全能估价王，再高一点，输出再高一点，他真的高起来了，他直接恭喜答对，恭喜你答对了，恭喜答对菲欧拉，恭喜获得我们的袭击，对，再 Q， 那我觉得其实不用理那个菲欧拉，因为去开那个四那边就好了。开那个亚菲利欧那边的弱边，其实就还在做尝试。方位蓝山靠着兵线准备往前压进，哦，兵线中，兵线压死，勾到李星，球女再转，但这次没转到任何人，吓死了。右边位准备切进去，这伤害很高，一直砍，一直砍，菲欧拉一直砍，一直砍，还在砍，菲欧拉还在砍，逆转啦！南天门砍到了蓬莱东路啊！哇，是三天三，是血流成河啊！哇，那个血是血流不止。我刚因为兵营刚好重生，守兵营可能会大于守这个八龙。反正不是远古巨龙嘛，就也没差。就选这个等兵线，其实就会压力很小。红方还有大概还可以浪个两三波。刚刚那个已经一波了嘛，大概也要浪个两波。李星选择进来，但被刷走，踢了一个瑟雷西，李星卖被卖掉了。糟糕了！第三组大绝没开出来也死了。菲欧拉想砍，砍死一个回血针出来，他无敌吗？没有，他被 CC 了。想砍艾希，有希望砍。砍死菲欧拉？不是，囚女的惊人大天使都没有开到。然后他没大局也没开到，他什么都没有开到，然后那个菲欧拉，他就直接心爆气流斩，哎呀，撑十秒钟够了，直接撑队友帮他撑十秒，你看最后就什么，他现在是独孤剑圣，直接砍爆，他找不到对手了，他刚刚喊出的那句口号“打巴都斯利姆”，哎呦，你现在任务就是很单，他现在有闪了，随便开。那第五十攻，立山卓想进场，那队友都还没到，自己是二打五先避免。立山卓大绝又没开，冰剑往前想正中后面，菲欧拉被击中，前面那第五十攻你撑不太住吗？但是嘉文盖船长大，这船长大绝下到了中间，分割了两边，菲欧拉想输出，用短之力挡了 EQ。亚菲利欧是放了这个小炮台想装塔，不见了。菲欧拉切进来，那边 CC 柱有虚弱，点点开起来，嘉文直接跑步打出回血阵，
伤很高。哇，但亚菲利欧直接爆发输出，右边没人追，左右开弓啊！亚菲利欧这个刀看了一个扩散枪，没有换成回旋镖，游戏结束。哎呀，最后的菲欧拉，哇闪劈，虽然砍死一个，但主堡要没了。第三组来了，疯狂输出，第三组开大，没有用。那我们攻击放飞蓝山，